喜欢那些特殊的短片呢，然后我就是以前看的时候呢，就是上面只有画，然后呢它会告诉你一点点文字，让你自己来编那些故事嘛，然后就当做一本书，就可以当做好几本书来看。我喜欢那个凤凰台，因为呢我觉得那种教育那种孩子或者训练鹦鹉作业应该给他一个很好的环境。我觉得那个校长也做得蛮对的，因为不是说那只鸟学了乌鸦的那种叫声就不能养了，它还是可以变成很棒的。